今天呢，就是来玩入侵跟帮别人刷誓约的，就是我召唤别人呢，然后跟他对打，他打赢我就拿到，然后找半天终于找到你了啊，穿什么铠甲啊？装模作样，起个砍头啊，我操，这什么？哇，好猛的新技能啊！我发现有些人就是。把你招过去，想说他只有一个人，然后结果他旁边还蹲了两个戴着罗莎莉亚戒指的猥琐的家伙，还安插两个队友，很垃圾啊！所以我今天就入侵一下别人，然后召唤别人跟他互刷，就是怎么讲，召唤别人让别人也刷一下道具，就是对打比较公平一点，不像我招，有时候入侵别人，对方好几个，或者是被招过去打，然后也好几个，然后帮这家伙，因为他放了印记嘛，就他想要跟我对打，我就跟他一对一看看，拿盾，他们是想要盾吧？哎呦，盾到了，哇塞，哇，好痛啊！被招过去通常都会被削弱。血瓶跟魔瓶都会削弱。啊，既然想要跟我对打，那就来一遍。你打得赢我就给你的誓约道具。因为有些呢，怎么讲，招过去之后，我之前也有放过印记，但是有些人是招过去安插两个队友，或者是几个队友在那边，或者是招了一对暗灵，然后让一对暗灵打，然后最后再跟他打。这打屁啊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被削弱了，还要跟一对暗灵打，那最后再跟房主打，什么东西都没了，那跟他打怎么打得赢？然后房主也不一定很强，就看戏而已，说不定你就被其中一个暗灵对打就被干掉了，所以还是入侵比较好。然后现在在帮别人刷誓约，因为他放了印记，这样正道光明要跟他打嘛，对不对？还安插两个队友。我又听到一个暗记的声音，好像等下又可以招了，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料理掉啊，有点强。我刚才不小心中了那一招，太痛了。我是不是也该拿个小盾之类的？盾反比较好，盾反。哎呦，好吧，他赢了。又遭到他了。哦，那来来来吧，那我复仇战。有用哦，有用，这个比较痛一点。马上该喷射火焰，什么伤害都没有。他换取刀啊，好痛啊！为什么他武器伤害都那么高啊？不懂哎。不管是我入侵或者是招来的，他们伤害都超高的。剑双子的话打下去他会硬。怎么都不敬礼啊，这家伙！我帮你刷誓约，我没安插队友哎，真是的，懂不懂礼貌啊？真是的，下来啊！嘿嘿。哎呦，不进你就要开打，你这很好样的啊！还放魔法，有没有打？我也有魔法，不是没有啊！你那个小小的魔法会比这个咒术还痛吗？除了灵魂枪之外啊，灵魂结晶枪是真的超痛。有时候有些皮薄的人被灵魂枪打一下，可能一条血被接掉了。然后有些人咒术都超痛，法术也超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法术就是咒术都没那么痛，可能是被招过去被弱化了吧。如果是被招过去的，可以看那个血瓶跟魔瓶都扣掉一半了，几乎啦，甚至比一半还少。他的关刀有点痒，是不是没加去？没有加到最高啊？哦，当我没讲，被砍了好多下还是会痛啊。那贴着他打应该打的，来玩玩看咒术，他没有很强、啊。
什么级的啊？真没礼貌的家伙，让哥来教教你。吃个草，要怂一点。哎，哎，他挥完都有一段印子，我再过去喷一下就好了。觉得这个、啊、好痒啊！这个喷射火焰有点弱，还是这个比较好。这个用去喷到他地上还会有油油的火焰。你当你是光哥，我们这边帮别人刷了道具之后呢，我看看等一下要不要去入侵别人。有些人放在这边印记等半天，很难被招过去啊，因为很少人会招过去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跟你单挑。”没有这种的，可能是安插两个队友在里面，或者是招了一堆暗灵嘛，像办那个武道大会一样，你笑哎、欸。谁最后赢了，就可以跟房主打。我、哦、还不如自己去入侵比较实在。但是入侵没有比较好打哎、欸，入侵的话，房主一定是没有被削弱的。那他还有两个队友，然后你被招过，哎、欸，没盾到，你被招过去，可能一个队友都还没有，然后你被砍死，队友才来，或者队友弱到爆，马上被秒杀。拿骑士服啊，这是麻烦。哎，过来呀、啊！你让我连到你就完蛋了。有，哎，差一点。他们还戴那种翻滚会消失的戒指，然后再加上罗莎莉亚戒指，滚滚到远的地方就不见了。好，有了，拜拜。哎，慢慢，哦，空气斩，神技能。来下一个，放镰刀的，补个魔一下，还蛮少看到拿镰刀的，他打的印子也蛮痛的，要不要打啦？刀你过来，你不跟我打，绕圈圈，帮你刷道具耶。其实我是想他身上的魂，有时候刷那个玩家身上的魂。有时候是爆多，有时候爆少，因为有些玩家是被打死，然后被你招过去跟他打，没什么钱；有些是杀了好几个玩家，然后刚好被你招过去，你打赢他，哇，跟中奖一样。你是不是奖呢？头奖吗？来啊！我刚才盾反倒，哎，其实还蛮好盾的。怕了吼！怎么这种死角？哎呀，好可爱呀！中奖了，我们去入侵一下，看看啊，这肯定有暗插队友、哦，没有啊？哎呦，正大光明啊，不错不错。哦，呵呵，莽过头了，很多玩家很爱莽玩家，就把别人莽到死，过去砍就对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房主喝血瓶，那我就喝了。哦，被刺啊，好痛啊！他有附雷属性的、啊，他斧头蛮痛的。如果是小斧就还好，如果是猎龙斧的话，那个就超痛了。猎龙斧或者是骑士斧，或黑暗骑士的那种刀，哇，爆痛。没血还跟我莽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要入侵下一个，看看他到底在陛下棒不出来。哇，他好像招队友哎、欸！哇塞，还收买队友哇！放东西，他好像要给东西。欸，我们来刷道具好不好？好像不太欢迎啊！要杀人啊！妈呀！救命啊！别这样！哇，好凶啊！三个打一个，这稳输的、啊。房主是哪一个？
这开玩笑。哇，惹错人了 ，sorry，no， 不是我要逃啦，就是三个打一个完全打不赢，因为如果去打房主的话，另外两个后面砍过来，我完全硬直，那会被砍到死。我去找一下怪好了，利用怪应该可以有办法解决。那三打一太不公平，那队友还没来。有时候队友完全不会来啊，这看情况，他那个招的几率很奇怪啊。哦，感觉我被削弱很多啊，能力值打下去没那么痛。他是不是用巨人种子啊？我感觉上面的教宗的火焰好像喷得到我。哇，三个队友还放巨人种子，这是怎样？有没有高潮？哦，真的打到我！哦，被巨人打死了。但是为什么我头上没有那个巨人种子的符号？巨人刚才是最后一下把我打死，巨人伤的超痛，有点衰。哎，倒过来了，但是我好像看到房主死掉了。哎，真的。漂移的，他带罗莎莉亚，而且在远处会看不到他，都是他那个魔法球太明显了，白带了，白带啊！亏你是个法师，对方也三个，呜呜呜，这他妈的快闪四次，全部法术流啊！这被打到开玩笑，这灵魂枪超痛，我队友在砍房主是不是？我赶紧护驾护驾护驾喽，房主死了。哇塞，我在砍人呢，是放灵魂枪的很好啊。又是他们，你嘿，我有带队友来哦。刚刚我的仇我要爆了，哦 no， 超痛！我回一下，房主是哪位？出来！哦，找到找到，拜拜！呀、啊，成功报仇了，気持ちですね。超坏！我们队友高兴太早了，还没回家、欸，他果然上来莽了。呜、呜，暗灵是谁都可以杀。哦吼，队友被杀掉了。我忘了讲规则啊，橘色的像这個，我现在身上颜色是太阳骑士的视觉，所以橘色是杀了房主才可以拿到道具。然后紫色是什么颜色都可以杀，然后原色的就是完全没有橘色、紫色、白色的那个，就是应该几乎都是房主，但是他们可以骗戴戒指什么的。然后有时候头上或说那个火之宿主，那个几乎是房主，但是有时候砍死还不是房主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但是哎，这么有东西，他们好像在开打。好像都是垃圾而已。哎、欸，不错，我捡到一个加九的。这个武器我没有，这好像走剧情才会拿到的。就是要把那个龟壳爷爷打死，然后你就被一个 NPC 入侵，然后后面剧情再打死他才会有。这个是二周目再走的会比较好。没想到他放了一个加九的、啊，被我干走啊！哎、欸，这好像不错呢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被吸仇恨子了，就他妈的夸塞。就懂吗？这块在，他那个好像是暗月之剑的那个奇迹吧？刀子是紫色的。等一下，他们伤害好痛啊！等等，好不好？而且他们都会空气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距离远远的，明明看不到有挥下去的感觉，但是那个的关系，你就真的被砍到了。延迟啊，明明有闪掉，但是还是被砍到了。来来来。有队友就没在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队友，你伤害太高，你打谁啊？对了，紫色可以打任何一个，所以我就被……可恶啊！刚才那个队友不知道在搞什么，瞄也准一点嘛，打我身上还有硬。房主方还有一种优势就是，他们队友不会砍到队友，入侵方会队友砍到队友，有时候
是会被队友害死。哎呦，竟然被我烧死嘞！耶、yeah. ！这时候可以嚣张一下，来来来，嘿嘿嘿，挑衅！哎呦，队友很凶哦，感觉附个魔，搞什么啊？对方三个人又用巨人种子，搞开玩笑，多怕！他们都没有被削弱，哎呦，挑衅就是，嘿嘿。哎呦，哎哎呦，各种魔法呀！哎呦，风骚走位，哎呀哎呀！哎，等一下，上面有人一直在偷放魔法，那教宗有点烦了。教宗群的，哎，痛啊！这个妈的瓜仔啊！我空档。我刚才挥太凶，不小心硬死，然后被打到，就被脸到，哭哭了。来哦，奇怪，这家伙不是房主，那房主在哪里啊？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在这儿？起内，又跑。你是我的眼，快点。来吧，哎呦中了，范围还真大、啊。哎，队友你在嚣张什么？是我丢的、欸，我丢的呢。看看你神队友哎、欸，快被打死了。哦，花心下面倒酒，倒酒、哦，我漂移哥哎、欸，他会漂移哎、欸，房主会漂移。卖照房主，我这队友有点弱。你在走什么位？没打你，那边走位。护驾护驾，不能让队友死掉、啊。红灵就是红色的，这杀掉房主才可以。红色的好像也可以杀红色，但是什么东西都不会掉、啊。应该说是入侵的，什么都可以杀，但是几乎是杀掉房主才会掉东西，只有紫色的，杀掉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掉东西。我队友哎，哦，又来一个紫色的，也许会赢哦。我们人比较多，三打二，但是房主没有被削弱，拿魔之锤子。哎、欸，你们打错人啊！要先打房主，你们是打白灵啊！白灵杀，哎、欸，房主好像又去招队友了，刚才被我砍死的那个队友是吧？拿那么笨重的武器 OK 吗？那个延迟哎、欸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血缘就还好一点，我是没有延迟，血缘是没有延迟，这个。会 lag 很大，各种漂移哥、哦，快没魔了，最后一发让我中，哎、欸，不给面子啊，队友撑住啊，砍房主啊，拜托你们砍谁啊，房主是一脉脉血，哎呀，就那么的苦了噻，你就说不砍房主啊，真是的，死掉一个队友，现在变三打二，护驾护驾。队友不要死啊！混乱，完蛋了，被包围。哎呦，好险哦！先吃个药草。OK。哦，来了。不小心中了。因为有些武器我完全没看过啊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无名王者的灵魂换的武器了，没想到可以落雷、啊、有点 OP 耶、欸、哦哦呵呵，你这小猥琐的后面偷放雷枪啊，哎呦
这个嘛的瓜仔，我队友哎，队友嘞，仇恨值都在我身上哎，开打了队友，不要一直跑啊 ！No， 啊，队友不给力啊，一直跑不帮忙打。我觉得入侵别人还真的是不好刷道具，所以我现在找一个路人约了要护岗。我现在有带四月道具哦，我先刷你哦 ，OK 吧？来吧，把你可爱的小菊花露出来，来呗，可以，说好的，来乖，让我拿一下四月道具嘛，来来来，说好的互刷，哎哎哎，我没砍你，你还真的砍我。哎、欸，你是要把我扛死啊？哎、欸，搞错没啊？说好的刷道具耶，我现在带着四月被你招过来，你不给我砍，这家伙好像还不太懂意思啊。我拿一下道具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刷个道具，你懂吗？好像不太懂，这家伙好像一心只想把我砍死、欸，哎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不是约好要互刷了吗？哎，所以路人就不能信了，真的是。嘿，不是要让我砍的吗？怎么是你一直在砍我啊？好了，我不客气了。我刚才没在砍你，你这样一直在砍我，看来我只好把你直接砍死。没有很长一直在砍我，不懂在让。看是欠杀的，真是的，拿个道具相约也不给人砍，哎呀，可怜啊，最后还是被砍死嘞，刷个道具真麻烦。刚才刷道具真的是血尿，我忘了之前攻略影片的时候，这边还有个东西没拿到，还有那个喷火龙的地方，宝箱怪拿了之后，那个喷火的地方就一堆冰的地方，最后面会有一个大剑可以拿，算是蛮强的大剑。哎呦，我现在暴菊这么痛啊，我都不知道，以前暴菊好像都没办法一击杀、欸，让我试试看，可能是加五分。我们这边要拿一个大幅提升强化的、大幅提升奇迹的戒指。我们这边拿到之后再继续入侵人家好了。这边有个东西可以拿，太阳长子的戒指，提升、大幅提升奇迹威力的。我现在要入侵别人。但是我队友没有来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。マジですか？マジですか？三打一，安尼唔好哦。凶凶凶！为什么刚刚还穿那种奇怪、很肥的铠甲？哇塞，后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！法油冲嘞！法油冲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法师型的肥油洋葱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一团烟哦，好像你的队友被一个巨人打死了，我不负责啊。砍哪里啊队友？有时候入侵了会被入侵砍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前面就有一次就被队友砍死了，莫名其妙。他不是房主啊？所以就是这种很奇怪，上面明就写火之宿主，那砍子却不是你，像是这个肥油冲，来呗肥油冲，哎呦我砍空，哎呦，我救你哦队友，看到没？那么给力，把他砍死，尾刀是我的，哎呀不是我的，就说你砍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东西，你也不可以乱砍啊，欠砍。敢砍我！哎呀，
高潮了。哎、欸，又是我哎、欸，看来我跟他们很有孽缘啊！没有冲，该不是我杀你的哦，该是我队友帮你砍死哦。我跟你仇恨应该没那么大、啊。哇塞，他果然是法师型的肥子洋葱哎、欸！哇，土奶子哎、欸，这装好恶心哦，亮晶晶的，感觉好像土友啊。哇，他会漂移耶、欸，他会那个，那空气斩。有时候距离很远，感觉根本砍不到，结果就是砍得到了。这，哎呦，看，这明明就是砍不到啊！眼肉眼看是完全没被砍到，他却砍到了，这太夸张了。这完全抓不到距离啊，太恐怖了。别人飘，我超怕。妈啦，你们距离比想象中的还长嘞、欸！哎呦，一打一我还敢打、啊。二打二我也敢打，但是一打二呢？开玩笑，我打另一只，另一只后面捅我，我就被脸到死了。而且我武器伤害没有很高啊，我拿猫爪而已耶，猫爪懂不懂？打下去只有100多的伤害，200多的伤害，但是入侵的话好像伤害也变低了。哎，有队友来了，孽缘呢？看来你们又要。嘿嘿，换我的第二强的武器，安里直剑是伤害够，然后攻速也还 OK。喂哎哎，这明明距离很远呢，那双刀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队友被砍死了，护驾护驾！哎，发生下面倒酒，我怎么突然看到闪现了一下？哎呦！队友后面有人在砍你啊！冷静点，把油冲！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队友被砍死啊！就他妈在给他摘 ！No！ 队友来太慢，然后又马上被砍死了，搞毛啊！哦哦哦！哇，漂移啊！有 Michael Jackson 呢、啊。可爱的是呢，哎，各种恶心魔法棒，别这样啊，冷静点哦，兄，我现在不想入侵，我想回家了，好不好？把油冲，别这么生气，我知道刚把你砍死是我不好啊。那他八成已经在想，刚才那太阳骑士该入侵把我砍死了，现在要继续推土，又遇到他，应该很火啊。哎、欸，烦呢、欸！你到底要放几个魔法、啊？两个人杀不死我，呵呵。他们把巨人砍死了，要是没有的话，这巨人还蛮好用的，因为伤害很痛啊。来玩他们一下。哎、欸，打不到，哎、欸，打到，打到啊！什么线？好痛！我是想要去砍房主啦，但是我怕过去砍那个拿斧的，就后面来刚我。什么神烦？一直砍不到我，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，我快要没有魔嘞，我至少有再三罐吧。被削弱之后，血瓶跟魔瓶好像都被折扣，不够用啊。一打一就好多了，那么二打一，真是。哎呀，怎么那么久，队友都还没来啊？拖够久了，真是没队友很痛苦呢。
呵，肥油冲，什么法油冲，会放法术。哎呦，你挥的双刀动作有点猛啊！那是小短腿的啊！给我回家，好凶啊！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啊，让我回家就好啦。好像他不太愿意啊。好吧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要再入侵一次，我要再入侵一次，吃吃吃，不知道会不会再入侵到他，可恶，被砍死了，队友死太快了，前面有一次杀的法油冲，所以他看到我应该蛮怒的，再入侵一次，因为他现在是连击状态，然后又带着队友，嘿嘿，说不定会有那个几率哦。前面把他杀掉一次，然后这次被干掉，我再入侵一次看看。嗯哼哼哼，哆啦哆哆，哆啦哆哆，法力武器，啊，魔力武器，没有看字就直接念了。看到那图像，十字镐，那是 NPC 的。好，再度入侵成功。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眼熟哦。巨人都死光了，哎呦，又是你！哎呀，冤家路窄啊！一对一就好说了，法油冲。看你那装备的样子就知道是你了，别跑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把你切成洋葱碎片，拿来煎拿来炸了。你队友嘞？哎呦哎呦，很凶啊凶啊！哎呦好痛痛，要被砍死，就他妈的瓜仔。那我回一下，我要报仇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没把你做成料理就回家呢？来哟、哦！仔细啊！哎呀，没戳到，洋葱串，串串串！哎呦，后面怎么会来一个咒术？哎，没看到我要切洋葱吗？好可怜的洋葱啊！被入侵到最后还是死了。嗯？嗯？嗯？哎、欸，队友，队友。呵呵，队友队友，来，我来帮队友一下好了，来乖乖，帮他吸引仇恨值。哎、欸，没有跟过来、啊，他去追那只，不行啊，要救驾、啊。队友被砍死，我还玩屁啊？穿什么白袍啊？因为你小飞侠、游侠、盗贼，还拿镰刀耍中二。哎、欸，队友哎、欸，都有嘞，又来了，每个都放生队友，都搞放生的，打到放生队友是可以啊，这个放生队友开玩笑，哎、欸，其实都不能放生的、啊，嗯、欸，来来了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懂得来帮队友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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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房主杀房主，要打白色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救我救我，对对对，我救你我救你。哎呦呦呦，哎等一下好痛，那喝口水缓一缓，耶、yeah! 冷静点冷静点，哎呦，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，那别跑啊啊，干得气势哎、欸、啊，二打一不是很凶啊，我是可以一打一啊，你二打一不是气势很凶，气势嘞，这猫爪、欸、都拿这种重武，真的是不想讲，他该就有拿重武，有个痛的，我刚才拿猫爪伤害没什么痛的，都一百一百这样消，他盲血这样还要砍我怎样，要走位啊，不能直线逃跑啊，走位懂不懂，
好坏啊！来啊，尾刀是我的，不要这么抢尾刀，尾刀，尾刀！哎呀，死了啊，男，死了啊 ！Nickel Punch， 気持ちですか？哦，队友在前面，他到底在干嘛？好多人都好爱穿洋葱装啊，这装备看起来真是很奇怪，超圆超胖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里面是肥子，看起来很厚重，虽然防御力高啊，但是打玩家没什么用啊，被打到都很痛，上去打他们呢、啊？你躲在这边干嘛？陪我上去啊！哦，哦，这洋葱好凶哦！哎呦！你以为你打我，我就怕你啊？上来好不好？欠教训，我教教你什么叫老大。上来啊，打我！哎，谁比较强？当拳王是不是？来，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要下去，要下去，下去喽！啊 ，no！ 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也松手了？